老小姐的意思是，你有机会会当对地下情人变正宫。你即马无好啊，将把这个时机，当成你做五太太的吧。你是爱我去害人？雅姐，你完了吧？谁让雅姐去打着涂骹油菜店搬倒，而且你又搁这尔拄好出现在这？就是我当伊脚手安怎？不管你有哪几个心，你的人拢在伊的身上啊！去别别动啊！你莫甲我骗，特别一定会倒来。想袂到对住我后边，是一只大白痴啊！你要死嘛？要死你在这啦！赌光了，你去钱死的啦！看起来我的好阿姊又搁甲你个蒙子串通好势，会对我下手啊？小猫咪。吴靖宇，玩悠条坐悠主，你若是有啥物三长两短，唔通来找我，去找你迄个阿姊报仇吼！哇，你这个太过瘾了！你看，什么也是好天天，我想到你。哎呀，特别叫轮命，竟然无死，这是我气了了。你身躯边的万条啊！那是台死你亲生老爸，丧父少年，这个卑鄙！小芬啊，妈有陪来哦。这台车的四周围，我已经布防推进了。先跟我来，我保证你全家浑身脆骨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吴宗宪，我是奶哥，我是徐乃麟，我是台湾雄狮欧巴桑陈美宏，我是蔡康永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 S， 我们是号角响起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亚伦。祝福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李家阿伯祝福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恭喜三立新闻网十周年十全十美生日快乐！在这边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祝福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祝福三立新闻网十岁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祝福三立新闻网十周岁生日快乐！祝福每一个人都能言善道。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 ，Happy Birthday，Happy Birthday to you，Happy Birthday to you， 祝你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了，哇，好快哦！生日快乐！锁定我们娱乐新闻 APP， 更多的健歌就在这里。